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无聊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的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第一位呀，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地藏是孝敬的。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漏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享呢？畜生道享，恶鬼道享，恶道享。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你做人的资格没有啊，所修的福不在人道下，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
悟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啊，那么这些比喻思啊，我们都明了啊，可是啊，我们就转不过来。啊，换一句话是明了做不到啊。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岸。啊，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啊，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啊，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数，啊，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啊，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啊，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啊，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啊，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临城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观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他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解释经体，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啊，第三部分呢是明宗。啊，明宗是讲修行。啊，换一句话说，
如何把这些道理啊，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第四部分是论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性是真心，实是妄心。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啊，信实为经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比喻这个教相用儒烙僧俗俗俗醍醐来表佛法的
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啊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说这一部大经，在寻义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7个字，前面6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7种立体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3个经题，这3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行愿相知啊，
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呀，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一切万物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以佛法讲，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住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
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吗？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阳光比喻我们的信德，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力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信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无需要去求，力了妄啊，就是真。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的得用不能现前，你说这不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升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因修万幸啊，故缘万德。
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说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呀，无过于念佛法门。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了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识心，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这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
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是啰嗦吗？那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了。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呀，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念佛法门呢，这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功戒，定功戒不如道功戒，道功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啊，念诵啊，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啊，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能力，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生，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完成，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啊，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
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啊！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啊，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说的，你细细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啊，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常随众，常随众是这么多人，除常随众之外啊，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经中的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啊，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啊。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啊，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啊。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啊，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啊，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
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啊。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了。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成，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李延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那么这就是受到李延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印光大师不赞成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印祖反对是这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一个是改动原文并不是说不能汇集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可是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
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的，是建立信心的，这个都是所以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呢、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下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荣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源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荣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荣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会起，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啊，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啊，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啊，现在肯定了，果然如此。他又说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汇集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
决定不怀疑，依教奉行，要常常读诵。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做到。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遵守。这样念佛发愿往生，我们这一生才能成就啊！我们要相信佛的话了。夏老居士的会集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缘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缘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缘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这个里面五种缘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一本，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的一本，夏老居士的会集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因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了。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
常住幽冥法界。这幽冥法界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啊，弱日这个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了，大灾难，佛在经常讲的刀兵劫，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佛说的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杀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啊，蚂蚁爬到家里讨厌了，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
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啊，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这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啊，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但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石。啊，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情愿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啊，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句话说，真心不分呐。啊，妄心在分呢，妄心是错误的。知道妄心在分，就知道众生心。啊，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啊，所以本经的立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啊，第二个是藏。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啊，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啊，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
三德秘藏啊，我们真心自信里头啊，法身，法身是真身啊。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般若是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所知啊，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 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啊，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啊，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知不是障碍啊，障碍所知的那个障就叫做所知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啊，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啊。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啊。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啊。总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啊，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啊，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啊。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啊。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啊。偏偏说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手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手，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了，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
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哎，有六祖问永嘉，哎，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不懂得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皆无说，闻皆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啊！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呐、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了。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无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啊，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还有一个密藏，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这是藏的意思。那么这个叫三德，自信里面的三德。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一般凡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藏没有被人发现了。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秘密。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底，我们心底的宝藏，这个地底大地含藏着的跟心底比那不成比例。我们心底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的佛法，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底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你永远在佛法门外，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啊。大乘是开发自信，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实法，小乘之间出实法你也得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证不到的。要想证得小乘的四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都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时速报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去做到。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说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些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
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目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啊，昨天看到的啊，树种子信心啊，根是慈悲，身是智慧。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在在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啊，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长生智慧。他怎么不长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长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和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啊，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这个是宝啊！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啊。啊，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啊！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啊！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的，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就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但是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了。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啊！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啊！他
不懂事，胡作妄为啊，搞成这个样子。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啊，平等的礼敬啊，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赞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的宝藏啊，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菩萨修六度啊，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啊，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信本具的三德。一一都具足常乐我净啊，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啊。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要漱口三天呢、啊。
本来无一无，怎么会有个佛进去呢？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一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念变不住啊，中道不存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他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跟众生视线是一样的，它是历界同时，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就像《金刚经》所说，虽然度一切众生而摄无众生的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如说无心。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体相用，与自信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问，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世法都不贪染，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
从这里下手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先下手啊！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又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其门而入啊！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魔鬼畜生道里面去享、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啊！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他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说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啊，那么如果说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说大行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行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最有烦恼是他觉悟了，这个行。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绝对没有偏差。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方向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菩萨是人。如果说的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如果你不了解，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
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的啊，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需求啊，这个需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的，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的。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事啊，还有过去事。多生多劫了，多发这个愿，这是从事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设置为本愿。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啊，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啊，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回头，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世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
能够自心，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啊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啊他还能救。那么这个都是从思想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发的这个愿呢，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